马上过去。咋呢？我放炮了！放炮！别在我家门口放！人写不易在自家人放就放，你别上一边去就放。小鸟，哈哈哈哈哈！有病啊！滚！ 打哪儿哥？打游戏。过来根烟抽。抽。这样不买烟。嗯，抽根儿。跑！你玩吧啊，走了，慢点啊。嗯。跑！我操你妈！什么玩意儿啊？ 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连之中漫天风雨，你会选择了我？ 二哥别这样，二哥害怕啊！我放个双弦，有那么害怕吗？这弦太大，下来。二哥别这样，二哥别这样。 我说不让你放，你非放，蹦住了，蹦住了呗！哎呀，老兄弟，蹦住了，蹦住了！啊！你啊，怎么了？对住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出人命了吧？哎！ 出来！嘿！美女，你不知道自己人在这里很危险吗？你不知道碰见人妖更危险吗？嗯。烛光灿烂地上，你。哎呦！我的妈呀！哎呦！ 你咋的？还乐什么乐你？哎、我们俩还打仗，你乐啥乐？你妈！不是，这是你，这是你！妈，你气他们家伙！老婆，我来，他们看不着你，我干嘛？大姐，我错了。新疆给父母敬茶。新疆放屁，大吉大利。新疆放俩屁，来年生俩胖娃娃。哎呀，客人们先撤了吧，新年要拉呀！嘿嘿，俩人有病吧？嘿，快撤，快撤！哎，怎么有东西啊？他没穿内裤。我，快撤，撤！你家孩子是啊，真可爱，抱抱行吗？行，来，真可爱，真可爱。哟，这是你家闺女啊！哎呀，真可爱，是可爱，是可爱，是可爱。干嘛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亲爱的，你干嘛呢？这是鸡窝。哎呀，鸡蛋呢？还有没有？有。哎呦，我来，你拿着我拿。哎呦，个软东西！哎，苹果。OK， 可以呀。嗯，臭豆腐。OK。那榴莲。不对，还是臭豆腐。不是。啥呀？亲爱的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了。啊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我会用生命去保护你的。是吗，哥哥？哎！啥呀？假的！我去你的妈！二弟，我操！你这头发哪都痛，是吧？你要滴滴油就好了，毛毛叉叉太多了，像他妈张飞似的，是吗？啊，你长得挺好看的，这玩意儿，你这绝对不美容起来的吗？我的小可爱，干嘛呢，老公？你拍桌子呀？你说要放鸽子呢？你行不行？没问题，你调好了吧，哥呀？啊，调好。走，我说你不行，你吹牛逼！还抽我！哎呀，我他妈受不了了！哎呀，你人活，大哥这人活。老铁们，今天蜗牛哥给你表演一个悬浮魔术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给个关注。啊、干嘛呢？啊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表演魔术呢？这他妈什么魔术啊？赶紧过来，师傅！你奶奶的！耶！老板，糖果多少钱？5块钱一串。大哥，给点钱吧，大哥给点钱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你还我钱呢！你要还我钱啊！我不要啊！我有钱呢，大哥。亲爱的，别生气了。花我可以接过来，但是18万的彩礼必须得凑齐。我父母已经没钱了，你又要房又要车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钱，你必须得给我借，也得借来这18万。那分手吧。啊！没找你跑啥呀？哎呀！